壮观吧？哎呀，可惜全都被人毁了，也不晓得是什么深仇大恨。这儿以前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地方。嘿嘿，如何？你们要进去绕绕吗？跟我来，一起发财吧！哎，怪了，怎么又给锁上了？哎，莫不是上次那个绿衣美人儿？咱们是来找墨城的，不是找财宝的。要是看到锦炉、布帛之类的东西，多留一些。好，子胥，一起来吧。怎么？阿兄，何浩他。不行，已经断气了。唉，节哀。承蒙姑娘出手救我兄妹二人，在下聂阳太史昭，字子胥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楚红，商山人士。商山？嗯。姑娘可是墨者。红，你怎么知道？听闻商山大寨中有一群墨者通晓机关之术，特来求教。原来你要找墨者。姑娘，几次进山来偷东西的就是你们吧？不，我们躺在地上那个难道不是你们同伙？我们是来找墨者的，和他只是萍水相逢，恰巧同行。还想狡辩？阿兄说的是真的，我们是第一次来上山。那何浩说他熟门熟路才一起上山的，我们只是来找人，没有要偷别人的东西。找人？这里早就没有人了。哼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山门禁地非请勿入，否则绝不轻饶。阿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先把何兄埋了吧，相识一场也不好让他扑食荒野。阿兄在烦恼什么？刚刚那位楚姑娘，我觉得她的模样挺熟悉的，肯定在哪儿见过。阿兄方才可都看呆了。不止模样熟悉，名字也是。红儿姓什么？姓楚吗？
还是姓崔？红儿。走，我们去问问他。阿兄，他刚刚才说非请勿入，否则绝不轻饶。那是刚刚，既然认识也就无妨了，走吧。我说过了，山门禁地。红儿，西阴街的红儿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是李昭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常在一起玩耍的。昭小子，不对，李昭早就死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假冒他？我没死，阿父阿母冒死把我们送了出来。站住！我不相信你。李昭十三年前就死于火海了。你妖后的机关渊还是以前那只吗？记得小时候爬墙帮你捡过几次。你太夫最疼你，每天傍晚都来接你。他平时很有威严的一个老人家，跟你讲话的时候都是乐呵呵的。我时常在东市迷路，绕得晕头转向，最后都是你带着我找到出路。还有，你送香儿的生辰贺礼，记得吗？你说要再做一个送我，更厉害的。还做数吗？是真的。真的是你。这种时候遇见故人真好。只是你怎么会干起了无本生意？我们真是来寻找墨者的。嗯？需要修理某种机关。嗯，我可以帮你看看，不过有件要紧事得先处理。啊？这些死士兵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受一头大妖控制，但他一直躲在里头，很是狡猾。得除掉那头大妖，否则他们死后也不得安心。我帮你吧，一起。大妖凶残狡猾，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杀他，要是一个没弄好，怕是会把你也搭了进去。若是如此危险，那我更要和你一起了。我还指望你帮我修复机关呢，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冒险。好吧，小心行事。好。就是香儿吧。红儿姐姐好。紧张什么呢？
小就听红儿姐姐的故事，没想到有一天竟遇到真人了。我很普通的，红儿姐姐才是，长得真好看。Yeah!
这头大妖狡猾得很，恐怕不会轻易现身。尤为可恨的是，他能够操控尸体攻击我们。等到我们露出疲态之后，再一举偷袭。大妖操纵的这些，他们都是你重要的人吧？是，都是我上墨的师长、朋友，绝不容许大妖亵渎。回去。经过当年的变故，机关兵器应该都坏得差不多了。不过，大寨中或许还有一些堪用的弩炮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利用弩炮来对付大妖吗？不，他占据大寨已久，即便还有堪用的弩炮，恐怕也早已落入其手中。倒是要小心，他用弩炮攻击我们。
好了，接下来。天下地灵。大妖被杀死了。是啊，终于。张小子，你这身手可真了不起。红儿还是叫我子旭吧。好，多谢子旭，助我为师门报仇。红儿别多礼，我们既是旧识，遇到困难本就该互相帮助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无论如何都成你的情，需要修复的机关给我看看吧。我去取来，稍等片刻。那好，我先收拾一番。我也来帮忙。谢谢你。天下 K。来的总是那么突然。黑虎。一开始好几年一次。然后几个月一次。下一次又会是什么时候？我还能压制他多久？单凭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消灭他的。最后这段日子里，我只能带着剑流浪。人呢？都出去了吗？谢谢。太傅，师叔，师兄师姐，愿你们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。从西域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大寨一片断垣残壁，上墨千人全数覆灭，竟只有我一人独活。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。人死了以后，是不是就解脱了呢？不知道。不过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
那时我就发誓，定要找出凶手，为你们报仇。我必会肩负起墨学传承，不让他在我手中断绝。西域的葡萄酒殷红如血，是真正的甘脂琼浆。在长安，可是千金难求。太傅，莫怪我奢侈。以此祭奠，上香。可是，活着的人，好像比死的更加难受。香儿。你好像很难受的样子。嗯。他们都是你所重视的人。嗯。所以我会继承他们的意志，好好的活下去。谢谢你，香儿。